喂，哎，在哪个方向啊？在哪儿呀？Surprise！哎，你怎么找到啦？怕你迷路啊。怎么又是他？好听好听，一起追星。保证书：一，全心全意只爱宋淼一人；二，陈思哲的行踪随时向宋淼报告；三，绝不做出伤害女朋友的事情，不让她伤心；四，在女朋友生气的时候，绝不允许自己也生气，一定要好好哄她开心；五，对女朋友的一切要求和问题，不能够有不耐烦的情绪出现；六，努力做一个可以让她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总结一句话就是。家和万事兴。哪一天你要是做不到，我就把它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。好，我保证，以后在这个家里面，你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垃圾桶。恋爱的开始，往往都是甜蜜的。哎，我明天要去海纳公司面试，你说我穿得正式一点还是清新一点啊？什么？什么清新一点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真的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肚子疼，多喝点热水。好像 Giao 哥的那个路线。没事，你接。电影都开始5分钟了，你到底还来不来？淼淼，我和你说，男人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要不然追你的时候他把你捧在手心，等追到之后他就不珍惜了。所以呀，你听听我的那个千万遍。有些早餐。看着幸福的画面。哪一天你要是做不到，我把它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。好，我保证，以后在这个家里面，你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垃圾桶。孤独在我的身边蔓延，握着手中的照片。此刻你离我很远，远一点，知道吗？你看吧，站在寂寞边缘，只留下回忆不断在心中盘旋。记得你美好的承诺，记得你你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的吗？好好说，那问你还在乎我吗？到底哪跟哪儿？能不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闹脾气？在你眼里什么都是小事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不成熟，你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。我不管是谁对谁错，我总是第一个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记得所有
乍见之欢像一束光，着实璀璨，也转瞬即逝。而我们曾以为自己与众不同，终究还是泯然众人。感情似乎变成了博弈，我们各自小心地取舍和进退，却忘记了一旦在感情里学会自保，再多心动也会付诸东流。故事的开始总是郑重其事，而结束往往草草了事。时间打马过，往事不可追，也许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，至少那样我们还能在回忆的柔光里看到一些温柔。记得你真心残留的，如果那时你没有跟我分手，如果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，什么时候回厦门，我们见一面吧。以后吧。嗯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再见。他日你我重逢，请忘记我。